家好，我是喜欢的老虎尹小花，这是我的小宝宝尹凯欣。今天我的宝宝，今天大家看天气很热，大家看我穿这个衣服，我非常非常很热。今天这个宝宝也很热，大家看我的宝宝的脸有什么东西啊，红色的，这是 allergic， 这是天气很热，很多人的宝宝，我的宝宝没有书盘，打冰了。今天一点点很好，早上摘冰了他，我很担心。今天我的宝宝不书盘，我买这个东西啊，大家看，这是 Shellex， 我们放一点点热水，然后这个，我的宝宝你看，说不要说。我没有奶，他不喝奶，他不是这个宝宝不乌毛。这种宝宝哈，他这个感冒了，前两天发烧哈，现在还是有点点热吗？有点点热哈，但是比昨天好多了哈。他不吃，你看吗？等，不怎么吃饭，这个宝宝吃了有点。他没有吃过，晚上早上他没有吃过，他还有一点点奶，他说哈，没有奶。哦，宝宝不怎么吃饭哈。你看他，我昨天吃了有点吐。吐奶。还有这个宝宝，哎呦，小心，还好有这个夹子夹着哈。大家看到我们的宝宝的这个脸哈，有这个红色的一点一点的这个，是不是太热了？宝宝后外面的 hot。Yes， 我不给他穿很短的衣服，你看这个小的衣服。不要穿很短的衣服，所以这个就穿。现在身体很热，宝宝很热。现在宝宝他很热哈，可能是你看这个。昨天哈，今天天气很热。天气很热。不能给宝宝戴帽子了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天气很热，你看，现在宝宝穿这个薄薄的这个裤子哈，你看这个脸上的话起了那个叫这个红色的这个点点呀，这个东西，还有这个肚子上哈，咱们看看宝宝的肚肚，这个肚肚也一肚子也有一点那个红色的这个哈，不能太热了，这个不能穿太多衣服，知道吗？宝宝感冒了这个。哦，宝宝现在不怎么吃东西啊，是因为前两天发烧，前两天发烧哈，还没有完全好透啊，还有这个多多观察这个。啊，宝宝乖啊，多多乖啊，宝宝你再唱歌吧，这是个小辫子哈，哎呀，宝宝不想吃这个。宝宝在唱歌一样的那个，还有这个就是脚的话不断的这个踢，不断踢哈，然后边吃边踢脚。你给我那宝宝的水。那不是宝宝的水吗？宝宝的水。就是给小花你买的这个小麦粉，小麦粉买的给宝宝吃的哈，要多兑一点水。很多粉丝朋友都说这个，我们的小宝宝要多喝点水。这是我丈母娘哈，来这边照顾我的这个小宝宝，帮我们这个做些饭，然后照顾小宝宝。小花的话就更好的这个学习这个语言了哈，然后小花教我英语，我教小花汉语。小花其实状态还是挺好的，就是有点发烧，还是有点不大好，而且有些时候还有点哭，就是因为不然的话宝宝是不会哭的哈。我的宝宝非常乖，就是因为最近这个发烧感冒了，这个我们小姑娘非常的可爱哈，我们要好好照顾我们的可爱的小可心哈。好的，那小花你继续喂这个给宝宝吃吧，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哈，我们下期再给大家进行分享。我们的小宝宝的话状态不太好，现在感冒了，我们好好照顾我们的宝宝。然后这个脸上的话有点那个东西，我们再想办法处理一下，这个全身这个有点。好，小花再见。小可心再见，啊，要个手跟啊，手拜拜，来手拜拜，给大家说再见，非常好哈，跟我们打招呼了，那么下次再给大家进行分享，下期再见。